彰化縣環保局為了慶祝清潔隊員節，18號特別來到統一度假村鹿港文創會館舉辦慶祝活動。除了精心策劃的趣味競賽以外，彰化縣長王惠美也佫親自來到現場，表揚優秀的清潔隊員，向縣內1300多位的隊員表達感謝。全彰化縣各鄉鎮市公所的清潔隊員在咧競賽活動當中，用盡全力咧滾噴湯。慶祝清潔隊員節，彰化縣長王惠美又來表揚28名各鄉鎮市模範清潔人員。謝謝我們彰化縣境內所有清潔队员大家的一个用心哦，会使讲因是上基层，逐工甲咱处理就一寡即个粪扫，即铺粪便所时，大家拢安臭毛毛，大家拢无愿意去计较的，拢是靠咱的即个清洁队员，因来做即个垃圾的一个收，以及我们资源回收，甚至呢咱的消毒啦，是即个脏乱点，甲咱的即个最高啊的即个清理哦，拢是有靠咱的即个清洁队员，所以利用即个机会。感謝。為了回報隊員用心努力，彰化縣也向環保署爭取經費，提升工作安全配備，採購24台粪掃車、16台資源回收車、8台噴轉運車、3台掠刀車、甲1台清潔車。總共汰換了共有52台的一個這個包括我們的垃圾車啦、轉運車啦、我們的抓斗車啦，以及我們這個資源回收車有52台，那總經費是1億3330多萬元哦。那其中呢，我們呢鄉鎮跟我們縣府總共有這個配合款有2600多萬哦。为何环境整洁，资源再生利用，这点无名英雄。后回乡亲在倒垃圾时阵，看到因千万唔通歹势，会当甲因讲一声辛苦了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